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节课我们学习第12品经文，这品经文的题目是《光明遍照第十二》。这一品经文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，也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人世环境的美好，介绍佛的威神光明，普遍照射十方一切诸佛世界。这一品经文重点是讲佛的光明，是一品很重要的经文。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。佛告阿难：“阿弥陀佛，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遍照东方恒沙佛刹，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。”亦复如是。用白话文解释一下，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：佛对阿难说，阿弥陀佛的威神和光明是最尊第一殊胜，十方一切诸佛所不能相比的。阿弥陀佛的光明，遍照东方无量无数佛刹，其余南西北方、东南方、西南方、东北方、西北方、上方、下方也都是如此。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白话意思。看看这个词语，四维。这个四维是指什么？指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，是指这四个叫四维。我们先看前几句经文。佛告阿难：“阿弥陀佛，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。”这几句话，我们要做一简单的解释，说这几句话绝不是说修净土的人偏赞净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几句话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，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。佛的言语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非常清楚：“如来是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，不狂语者，不异语者。”佛所讲的话，不会加一点，也不会减一点，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，不增不减，这是如语。所以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说的这几句话，说弥陀的威神、光明、最尊第一，这四个字非常重要，一个是最尊，一个是第一。那就是没有任何能超过的，是这个意思。真是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不能及就是比不上的意思，不能比。这个在哪可以得到证明呢？我们大家在学第六品的时候，在第13愿里是这样说的：“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
绝胜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这是阿弥陀佛的第13大愿的愿文。哦，我再读一遍：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绝胜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现在我们看，这个本愿是圆满的兑现了。过去所发的愿，现在都成了现实。看下面一句经文：遍照东方恒沙佛刹。这一句话为什么单单把东方提出来说？因为这里的东方就指我们娑婆世界所在的这一方。那我们娑婆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按照经上说的，说有10万亿佛国土这么远，那你想，它绝对不是单单照一个娑婆世界。这10万亿佛国土都是在佛光的普照之下，恒沙佛刹，这是比喻不止10万亿。大家想，恒河有多少沙，是数不过来的，无量无边的。所以在这里用恒河沙，这个无量无边也是比喻。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看下三句经文：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，亦复如是。这三句经文是说，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恒沙世界，是诸佛所不能及的。这一段经文主要就是说，佛的光明无量无边，遍照十方一切佛刹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：若化顶上圆光，或一二三四由旬，或百千万亿由旬，诸佛光明，或照一二佛刹，或照百千佛刹，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。用白话把这一段经文解释一下：若论诸佛顶上化现的圆光，有的是一二三四由旬，有的是百千万亿由旬。至于诸佛的光明，有的照一二个佛刹，有的照百千个佛刹，唯独阿弥陀佛光明普照到无量无边的无数佛刹。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白话解释。我们看下面这三句经文：若化顶上圆光，或一二三四由旬，或百千万亿由旬。先说说佛顶上的这个圆光，我们看佛像都知道，这个有圆光。这个佛光啊，它是分作两种。一种叫长光，一种是放光，啊，是两种光。像佛顶上的这个圆光，它是属于长光，是平时就有的，永远存在的。放光呢，是在一定的时候、一定的场合，比如说在无量寿经这个法会上，那佛放光现瑞，那是阿难尊者从来没看到过的。这个一个长光，一个放光，这是对佛来说的。那对我们凡夫来说，说我们凡夫有没有光啊？
有，我们凡夫有的是常光，我们不会放光，这就是凡夫与佛的区别。但是诸佛的常光大小不一样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也是不可思议神力所致。啊，咱们先把这一句话先放着，然后再往下说的时候，你就理解了这个不可思议神力是什么。看下面三句：诸佛光明，或照一二佛刹，或照百千佛刹。这三句经文是诸佛如来分布在法界中，是无量无边的。每一尊佛有他自己的教区，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示现，那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是他的佛刹。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所有的这些个诸佛，它的分布是无量无边，它的光明能照到什么程度是有区别的。有的佛光明只能照一个佛刹，就是照他自己所管辖的那个教区；有的呢是能照到另外的佛刹上，有的能照到诸佛刹土，这就很了不起了。不单能照自己的佛刹，而且能照诸佛的佛刹，但是数量都是有限的，少的呢能照一两个佛刹，多的呢能照百千佛刹。然后往下看两句：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。这个我们立刻就明了了，阿弥陀佛的光明是任何诸佛的光明所不能比拟的。阿弥陀佛的光明，他所照的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没有一尊佛刹照不到。那大家要问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光明所有的佛刹它完全全的都能照得到呢？因为他在因地修学的时候，曾经对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有一个要求。他要求什么呢？要求他的老师为他宣说210亿诸佛刹土，就是让老师把210亿个诸佛刹土都示现在他的面前，一个也没有漏，因此才能成为大圆满。这个数字不是一个具体数，它是表示大圆满，就是这个210亿。因地修学，他发的愿不一样，心量不一样，这就是因不一样，所以他成佛以后他的果也不一样。阿弥陀佛他的光明能遍照一切诸佛刹土，论其光明没有任何一尊佛能够比得上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和肯定。这回我们知道了什么原因使阿弥陀佛的光明能遍照虚空法界，是因为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心量大，他的愿力大，所以他的国报就和其他的诸佛不一样，就这么大。
看下面一段经文：诸佛光明，所照远近，本期前世求道，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制作佛时，各自得知，自在所作，不为预计。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，说诸佛光明，所照的远近，是根据他在因地求道时所发的愿，所修的功德大小不同而决定的。到成佛的时候，各个自然得到不同的果报，这些都是自然所成就，不是预先安排造作的。这是这一段经文的白话意思。我们将来成佛，是希望光明照一两个佛刹，还是向阿弥陀佛遍照尽虚空法界？这要随每个人的发愿，随每个人的心量大小。你现在的愿小，心量小，将来你成佛以后，你的佛国土就小，光明也小。如果你的心量大，你的国土光明也大。这是因地修行愿力大小所决定的。如果这一段我们听明白了，我们现在学佛应该发什么样的愿？应该发大愿，应该扩大自己的心量，因为佛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是在因地修行。我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的愿小，你的心量小，将来就是你成佛了，你的佛国土就小，你的光明就小。听明白了以后，我们该怎么样发心，我们就明确了。下面两句经文：前世求道，所愿功德大小不同。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前世，不要误解，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前生前世不完全一样。这里的前世是指什么呢？是指在没有成佛之前，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叫前世。这个范围很广泛，我再说一遍。在没有成佛之前，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是前世。前世修什么因，后世就得什么果。我们现在应该说是在因地修因。那想想我们在修什么因，想想我们自己，你的心量够大吗？你的心够慈悲吗？你的心在念念想着众生吗？你真的愿意帮助别人吗？比如说有的地方遭了灾难，你身上有10000块钱，你狠狠心咬咬牙，使了好大的劲儿，我捐他100块钱。大家想想，你捐了100块钱，你还觉得你很了不起，你就这么大点心量，然后你还念念不忘，某某地方受灾，我曾经捐过100块钱，这100块钱就永远挂在你的心上，你就不想想你当初有10000块钱，你能不能把这10000块钱都捐出去？可能有人想，谁干那傻事儿啊？钱还留着自己花呢，这就是对比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们是凡夫？为什么人佛菩萨和我们有什么不同？心量大呀，是不是？我们如果是
我在这里这么说，不是说你把你的家底儿都得兜出去啊，你有2万得捐2万，有3万就得捐3万，不是。我在这里说，我们的心量要扩大，不要那么点小心量。我记着以前有的地方受灾，那时候我没有退休，在机关。机关呢，他捐钱呢是随意，没有固定的数。一开始呢有固定的数，比如说处长捐多少，科长捐多少，党员捐多少，非党员捐多少，他有个大框。我估计后来可能是有人对这个有意见吧，所以后来就把这个框框取消了。那就是你随意，你想捐多少你就捐多少。那个时候吧，确实也看到一些现象，有的人不是很困难，但是真是抠抠搜搜的，就舍不得捐那点钱。有的人呢可能也不太那么富有，但是倒很大方。这不是说你非逞干不强，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，你非得要捐那么多，不是。我当时看到大家也是量力而行的，所以现在因为学佛呢，我就觉得不同人的境界不同，可能他的信量大小也不同。如果我们真能有大心量，能够做大心量的人，你修的福报是大福报，你修的道是大道。什么道？是成佛的大道。如果你修小福，你得的是小福报，得的是小光明，得的是小世界。那你翻过来，你修大福，你得的是大福报，得的是大光明，得的是大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大？大的不可思议，因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大心量，他们有清净心，有平等心，所以往生到那里，我们要知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是真的不同啊，是真的不同。到做佛的时候，果报就现前了，因遇果一定是相应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立下大愿，我们要修大因，然后成佛的时候我们得的是大果。下面两句经文：自在所作不为预计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没有人设计，是自自然然的感应，没有哪一个人主宰，是因果的力量在主宰啊！这个理念我们要清楚，说这是谁主宰的呢？是因果的力量在主宰，不是哪个人设计的，它是自自然然的感应。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决定有因有果。为什么在前两次交流的时候，什么样的人能够护持道场？要懂因果的人。在这里我们又一次体会到因果的重要性，说你种好因，一定有好的果报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我们要听佛的教诲，积功累德，要真正去做，心口相应。看下一段经文：阿弥陀佛，光明善好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，光宗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一段经文是说阿弥陀佛的光明妙善美好，
他是用这个词来形容的，阿弥陀佛的光明妙善美好，超过世间日月光明千亿万倍，我们看看这个数量，超过世间日月光明千亿万倍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在一切诸佛的光明中极为尊贵，是佛中之王。就那两句话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就是代表十方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。这一句话很重要，不只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赞叹，他是代表十方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。可以说这几句经文，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到了极处。弥陀的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，这两句是比喻，说我们这个世间光明最大的莫过于日月，日月的光明谈不上好与不好，善与不善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太阳好，那太阳照的时候太热，那太热人家感到不舒服，那这就是不善。说月光，月光是反射光，它反射的光是凉的，又太凉，说太凉人也感到不舒服，说这也是不善。但是阿弥陀佛的光明触照身体舒服至极，你看这个用至极，刚才赞叹是到了极处，这是阿弥陀佛光明照出到你的身上，你会感到舒服至极。所以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这两句是世尊对阿弥陀佛的极赞，这个词大家不要忘了，极赞。那世尊的极赞又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极赞，真实不可思议。这正是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。这两句话怎么由来的？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极赞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极赞，得来了这个结论，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。我们知道这个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之心会油然而生的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，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，亦号无边光佛，无碍光佛，无等光佛，亦号智慧光，常照光，清净光，欢喜光，解脱光，安稳光，超日月光，不思议光。这一段经文比较好理解，很通俗。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所以阿弥陀佛也称为无量光佛、无边光佛、无碍光佛、无等光佛，也称为智慧光佛、常照光佛、清净光佛、欢喜光佛、解脱光佛、安稳光佛、超日月光佛、不思议光佛。
数一数，一共是12种光。这12种光是表大圆满光。说一个光怎么会有12个名字？这是解释前面的光明善好。说怎么个善好啊？那一说一个光明就完了呗？不是的，这里给我们解释光明善好的善在哪里，那个好又在哪里。它的光明是无量的，不会衰退的，这是它的善好之一。同时这个无量光里含有真实的智慧，这个是我们特别要重视的，就是佛的光是代表智慧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叫香光世界？极乐世界最殊胜的两个地方就是一个光一个香，所以称为香光世界，尤其是这个光是最最殊胜的。日月的光明只有光亮没有智慧，佛放出来的光中充满了智慧。佛把他自己所修的乘性的般若智慧用光明播散到十方，所以刚才我说佛的光明是智慧的光明。凡是接触到佛光的就接触到了佛的般若智慧，就得到佛本愿智慧的加持。大家想一想，佛光每天每时每刻都照耀着我们，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般若智慧的加持，你说多么殊胜，多么美好。下面我们具体说说这个12个光，简要的解释一下。先说这个无量光，这无量光的这个光代表智慧。佛的智慧光明不可限量，所以称为无量光，没法计算这个光，不可限量，所以称为无量光。这是第一个，无量光代表智慧。第二个，无边光，佛光普照广大无边，所以它叫无边光，没有边界，普照嘛。这个表法表什么？表解脱平等，万法一如。一般的光明没有这个好处啊，它这个表法表解脱平等，万法一如，这是第二个光。第三个光，无碍光，这是佛的光明自在，无所不照，没有障碍。无碍光的意思，光明自在，无所不照，没有障碍。这表法表什么？表体寂，身体的体，寂静的寂。体是清净寂灭，妙用自在，无有障碍。所以佛光铸照，身心自在，入解脱之门，得大自在。大家想，日月光怎么照，也照不出自在来。这就是佛光善好之处。佛光一照，就把自在照出来了。下一个，无等光，佛的清净光明，没有任何光明能与它相等。这个等是相等的意思，就是殊胜到了极处，没有跟它能平等的，没有跟它能相比对的，
显示出他确实是光中极尊，这是无等光，没有等同的意思吧。下一个光，智慧光，佛光能破一切众生的无明烦恼，能将我们心地、精神、思想、见解种种的污染都洗得干干净净。后面的经文讲到了洗心易行，照既是加持，把众生的妄想执着都照进，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一生个个圆满成佛，自有他的道理。时时刻刻沐浴在弥陀的光中，怎么会退转呢？所以必定是一生成佛，而且成圆满佛，这就是智慧光的作用。下一个，常照光。常照光是继而常照，佛的光明在一切时一切处没有间断的普照一切众生，常就是不间断。下一个，清净光，佛光能令众生断除贪嗔痴三毒烦恼，得到身心清净，清净光。下一个，欢喜光，佛的慈光普施一切众生，能使众生得到欢喜，令一切众生得到大安乐。下一个，解脱光，解脱光是离相的意思，平等普遍利益一切众生，佛光能令众生消业灭罪，解脱生死，得大自在，所以叫做解脱光。下一个，安稳光，佛光能令众生在三界里得到安乐，是离生灭相，生灭心如果不离，你离不开生灭相，所以离生灭相实际上就是离了生灭心，让众生得到安稳。下一个是超日月光，佛光超过世间的一切光明，无比的殊胜，日月的光明没有上面这些个功德，佛光才具足圆满的功德。下一个，不思议光，佛的光明善好是不可思不可议的，这里包括圆满的因果不思议功德，那就是说你的因是圆满的，你的果也是圆满的，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个十二光我就简要的给大家介绍完了，这十二是表示什么意思？表圆满啊，我们佛门呢，这个数字，这个十二是表圆满的，而且是表大圆满。综合佛光的大意，显示阿弥陀佛成佛的果德。由此可见，此经经文的名号，生生字字，无不具足大圆满光明。大圆满光明就是大圆满智慧，因为前面我说了，佛的光明就是佛的智慧，所以在这里强调大圆满光明就是大圆满智慧。
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者，尽沐浴光宗，得大圆满利益。最后这句话，同学们是否听明白了？就是我们现在受持无量寿经，读诵无量寿经，为人演说无量寿经，我们都是全都沐浴在佛光当中。你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你得大圆满利益。在楞严经里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有这样一段经文，说得非常好，是这样说的，就几句话。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同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志同道合，在佛经里称为同轮。什么叫志同道合？就是真正修六合敬，见同解，戒同修，身同住，口无争，意同悦，力同均，做到了这六合敬，这叫志同道合。就是他们是专门依照无量寿经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就修这个法门，专修专弘。五十二这个数字是指什么？是指菩萨的阶位，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，这是五十，然后后面再加等觉、妙觉，到最后这个妙觉就是成佛了，这是表菩萨的阶位。这个人数是无量无边的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专一这一部无量寿经，专一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修行的人，人数不可计量。大势至菩萨是我们净宗法界的初祖，他是在十法界里提倡专一无量寿经，专一阿弥陀佛名号，念佛求生净土，不退成佛的第一人。我们有时候听到还有净宗初祖，可能有些同学就有点疑惑，有几个初祖啊？在这里我告诉大家，这么看你就明白了。法界初祖是大势至菩萨，法界初祖是大势至菩萨，这只有我们净宗来说的，娑婆世界的初祖，净宗初祖是普贤菩萨，中国的净宗初祖是慧远大师，所以这三个都是初祖。哎，你这回你就听明白了，就不会混淆了，说怎么出这么多初祖，初不就是一个吗？哎，法界初祖大势至菩萨，娑婆初祖普贤菩萨，中国初祖慧眼大师。在楞严会上，大势至菩萨代表所有专修专弘的这些菩萨们回答佛提出的问题。大势至菩萨是这样说的：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，相继一劫，七最后佛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
这是大势至菩萨说的一段话。在这里，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十二如来是谁呢？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不要误解，十二如来就是阿弥陀佛，不是有十二位如来。阿弥陀佛教大势至菩萨念佛三昧，大势至菩萨是因为得了念佛三昧念佛成佛的，大家说是不是不可思议？原来阿弥陀佛是大势至菩萨的老师，他的念佛三昧是他的老师教他的。菩萨说得好，说这个法门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这回我们就明白这个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是什么意思了。有人说，说佛教啊，这么多经典，我们从哪里下手啊？在这里，我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，从无量寿经下手，整个佛法都在这部经里。你说这回你能有抓弄了吧？从哪下手？从无量寿经下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经典都在这部经典里。现在说说净念相继和老师念佛。我记得昨天我说了这个，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四个字，就是净念相继。这个方法很好，净就是心清净，如果你有怀疑，你的心就不清净，如果你有夹杂，你的心也不清净，如果你有妄想，你的心也不清净，有执着，心还是不清净。要把这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，不怀疑不夹杂，你这个相继呢是不间断。这个做到了就是老实念佛。从这么多年的实际情况来看，我觉得还是净念相继比老实念佛更严谨一些啊，我用的这个词是严谨，更严谨一些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用老实念佛，有很多人误会，因为什么呢？人人都觉得自己很老实，自己认为很老实了，其实并没有老实，所以一定要做到净念相继，才是真正的老实念佛。所以我说净念相继比老实念佛严谨。下面再说一说净土念佛法门有五个不思议，这是古大德概括总结的净土念佛法门的五种不可思议。第一，净土法门横超三界，不需要断惑，这是不可思议。这是第一个不可思议。我再说一遍，净土法门横超三界，不需要断惑，这是不可思议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每一个法门都需要断烦恼才能出离三界，没有不断烦恼而能正果的，查遍大藏经都没有这个说法，唯有念佛法门可以不断烦恼待业往生。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什么呢？要有能力扶住烦恼，不让烦恼起现行，意思就是不要让烦恼起作用。哎，你别误解，既然可以待业往生的烦恼，那就任凭它泛滥吧，那泛滥就成灾，是不是？所以后面强调要有能力把烦恼扶住，这是第一个不可思议。
第二个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一切生，这是不可思议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一切生，这是不可思议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四土，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十报庄严土，常寂光土。说一切诸佛都有四土，但是四土不能同时都得到，这是其他诸佛的四土的特点，就是其他诸佛的四土你不能同时都得到。我们现在住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，就是我们啊，我们现在不住在这儿吗？我们住的这个土叫什么呀？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。那方便有余土在哪里？我们现在说不出来，我们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方便有余土在哪儿啊？方便有余土是谁住的？是阿罗汉辟支佛住的，不是我们凡夫住的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方便有余土什么样。如果六道再往上呢，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那我们就更没份儿了，我们更看不着。但是只要我们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四土我们就都得到了。就前面我说的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、常寂光土，只要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四土我们都会得到的，这个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四土都得到了，一生一切生，这是不可思议。观音、释智、文殊、普贤是住十报庄严土的，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和他们就见面了，我们和他们是平起平坐的同学关系，这四位大菩萨是我们的学长，我们是四位菩萨的学弟，你说多么殊胜，是不是不可思议？这是第二个不可思议。第三，但持名号，不需要任何法门来帮助，这是不可思议。但持名号，不需要任何法门来帮助，这是不可思议。你比如说，具体的说，不必修禅定，不必修止观，也不必持咒，什么都不用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保证你成就，这是不可思议。这是第三个。第四，是修行的时间短。无量寿经与阿弥陀经都告诉我们，是以一期为期，一期就是一个期，日期的那个期，一期为期，不是这样说的吗？若一日，若两日，到若七日，七天就成功，不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其他的法门要修很多年，甚至修很多劫，太难太难了。那这个法门七天就成功，听到这里有的同修又生疑惑了，说我参加了不少佛期，有的还是精进佛期，说我念佛都不止七年了，怎么到现在连点消息都没有呢？怎么能说七天就成功了？这不就是有好多同修心中的疑惑吗？老法师告诉我们是这样说的，说你念了那么多年的佛，参加了那么多的佛期，没有一次是如法的，
不如法，不如理，所以不能成功。果然如理如法，一个佛七就成功。不过话说过来，如果真有如理如法的佛七，你敢参加吗？我记得老法师讲经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，说如果我打一个如理如法的佛七，七天就往生了，你敢来吗？你能不能来参加？老法师我记得当时说了以后笑了，说你不敢来参加，因为什么？你的心里想，七天我就死了，那我干嘛要来呀？所以老法师在这里把这个事儿给我们解释得多么清楚啊！你参加那么多佛七，甚至是精进佛七，没有一次是如理如法的。如果你参加的佛七有一次是如理如法的，你一次就成功了，这是真话。所以七天能不能得一心不乱？能得一心不乱。你得一心不乱，你就成就了；得到一心，你就往生自在。随时可以去，记住这句话，你得到一心，你往生就自在了。随时可以去，你自己有主动权了。喜欢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年，也不碍事。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你说这个自在是不是太大的自在了？但是我们真正的学佛人还是愿意早一点去，是不是这样？谁愿意在这个世界里遭这么多罪呀？但是身负使命，身不由己，在这住还得被好好为众生们服务。就是第四个，修行时间短，就是你对这个短怎么个理解。第五，念一尊佛等于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一尊也没有漏掉，这是不可思议。这是第五个不可思议嘛？说你念一尊佛呀，你就能够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护念，等于念一切诸佛，一尊佛也没有漏掉，这确实是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，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，诸佛都念阿弥陀佛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。我记着我身边的同修有的跟我说，他们现在正在怎么修，我就记着有同修告诉我说每天拜88佛，因为这个88佛我没拜过，所以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。那看了这一段呢，我就想，你念一尊佛就等于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那你和你拜88佛比，哪个更全一些？你念88佛那还有89，还有90呢，是不是？你总有漏掉的。你念阿弥陀佛一尊佛都不漏掉，这个方法不是太妙太妙了吗？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七有众生欲思光者，垢灭善生，身意柔软，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，阿弥陀佛12种殊胜妙好的光明普遍照耀十方一切世界，有缘见到佛光的众生
皆得烦恼消灭，善根增长，身意柔软。后面这句话特别重要，说即使在三恶道里受最疾苦的众生，见到佛光都能停止，不再受苦，在命中之后都能得到解脱。这个解脱就指脱离苦道。你说这个光多么殊胜，佛光起的作用是太大太大，真的让我们不可思不可依。尤其我特别赞叹就后面的，就是在地狱，在阿鼻地狱、无间地狱受最极重苦行的那些众生，当他见到佛光的时候，他那个罪立刻就停止了。这一招是真太殊胜的，否则的话谁能救度这些苦难众生？我们看这几个词，垢灭善生，是指贪嗔痴等烦恼消失，善根增长。身意柔软，指身口意三业柔和，随顺于佛的教导，这叫身意柔软。重点说说这个休息啊，我们平时休息就是歇着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这里的休息是指停止受苦啊，指恶道里的众生，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，让他们休息，就是他的苦停止了啊，这叫休息。如是光明这四个字是总结前面的十二光，十二光显示弥陀光明的善好殊胜，这个如是把这个十二光都包括在内了。下面看这句经文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阿弥陀佛的教区不只限于一个大千世界，它涵盖了尽虚空遍法界，所以说阿弥陀佛的佛光普照十方世界，尽虚空遍法界没有不知道阿弥陀佛的，没有不受到阿弥陀佛佛光普照的。比如说我们是佛教，就连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他们都知道阿弥陀佛，从这儿可以显出普照的真实意义。下两句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这两句的意思是，凡是听到佛的名号、见到佛的形象，都有缘遇到阿弥陀佛的光明。他所得到的利益就是垢灭善生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程度是因人而异。假如他在三途疾苦之处，那疾苦就是指阿鼻地狱、无间地狱。如果他在疾苦之处见到了佛的光明，听到了阿弥陀佛的佛号，见到了阿弥陀佛的光明，就立刻得到休息，他的苦行立刻就停止了。如果他一念回心，皈依了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就能得生。地狱里众生的一念、十念都可以往生，这就应了哪句经文呢？命中皆得解脱，皆就是全部的意思。那你想，地狱里的众生，他十念一念都能够得到解脱，都能够得到往生，那我们每天都在念阿弥陀佛，每天都在接受佛光的助照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往生？自己查找查找原因。下面一段经文，若有众生闻其光明，威神功德
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随意所愿，得生其果。这几句经文是告诉我们，遇佛有缘的众生，闻知无量寿佛的光明威神功德，能以至诚心不间断日夜称扬赞叹，就能得到弥陀威神的加持，随自己的心意所愿往生极乐世界。这几句经文很重要，这是在这里呢，是说的六道啊，泛说六道。人天善道的众生听到弥陀本愿功德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，就包括这一句闻其光明威神功德。如果我们再具体的说一说，是听到名号。再殊胜一点，如果你的缘再殊胜一点，是什么呢？你能听到阿弥陀经，听到无量寿经，你能持诵依教奉行，日夜称说。称说是什么意思？称说就是念佛，弘经不间断，念佛不间断，至心是一心，不夹杂，不怀疑，这样的人果报不可思议。就是这几个层次，说你究竟是哪个层次的缘啊？如果你遇到这个缘，你对这个是依教奉行的，你最后你的果报不可思议。这不可思议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能成佛。特别是后面两句，随意所愿得生其果，我们要特别注重随意所愿这四个字。这是告诉我们什么？在时间上讲，你想什么时候往生你就什么时候往生，这才是随意所愿。如果达不到这一点，你不能叫随意所愿。你比如说像刘素清老居士，可以说做到这四个字了，随意所愿。人家定的2012年11月21日中午12点往生，一分一秒都不差，就在那个时间往生了，非常潇洒，非常自在。所以一看啊，这四个字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，人家都给我们做出样子来了，那就看我们能不能做到了。这是一个什么时候想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，这是随意所愿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想什么方式往生就什么方式往生。那你是想站着往生，还是坐着往生，还是吉祥卧往生？当然我们不起这些妄念，一切由佛菩萨来安排。我们也看到一些不修行的人，不念佛的人，他们走的时候多么痛苦。我们想想我们周围，我们去世的亲人，他们走的时候是什么样。所以有人说别瞎话骗人，我就拿这一条来说，你编一个谁谁谁什么时候，就是哪年哪月哪日几点钟走，如果到那时候兑现了，那我服你。真的，这个东西可不是谁都能编出来的呀，这叫人家修到那个份儿上了，达到了随意所愿。你说这个意随意所愿多自在，大自在，怎么样能得到这样的果报？记住前面两句话，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这八个字重要啊。收口在这八个字，大家想，如果你也想随意所愿，一定要牢牢记住这八个字，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你就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。今天这一品经文就讲完了，下面再说一说几个重点吧。
第一个重点，这一品经文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啊，正报庄严。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威身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。这是在给我们做出佛赞佛的好榜样，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。我们要把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，真正落实到实处。这是第一个要点。第二个要点，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阿弥陀佛的光明所照是尽虚空遍法界，这在十方一切诸佛中是独一无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法藏比丘在因地修学所发的愿力大，超胜一切诸佛。他的愿文是：我作佛时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绝胜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愿力殊胜，果报自然殊胜。释迦牟尼佛称赞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我们要明了十二光表法的真正含义，这是第二个要点。第三个要点，认真学习古大德概括总结的净土念佛法门的五种不可思议，并进一步理解净土念佛法门的无比殊胜，坚定我们求生净土的信心和愿心。五种不可思议是：第一，净土法门横超三界，不需要断惑，这是不可思议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一切生，这是不可思议。第三，但持名号，不需要任何法门来帮助，这是不可思议。第四，修行的时间短，七天就成功，这是不可思议。第五，念一尊佛等于念十方一切诸佛，一尊也没有漏掉，这是不可思议。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